本田 CR-V 是国内卖的最好的合资 SUV， 它在国内畅销多年，经久不衰。不过目前在售的 CR-V 已经有好几年没换代了，虽然去年进行了小改款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质的变化。而近日海外媒体放出了一组新一代 CR-V 路试的谍照，虽然路试车还贴着伪装，但仍能够看出新一代的 CR-V 变化极大。新一代车型前脸仍然保持了 CR-V 飞翼式的结构，但倾斜的角度更大，大嘴内部换成了横向的点阵式中网， LED 日行灯在两段式大灯组的上方，造型非常的运动。而从侧面来看，新的 CR-V 线条也变得更为平直，而且车身明显的加长了，甚至可能会有七座版的车型。全新 CR-V 尾部还看不出什么特别大的变化，而尾灯做出了一些改变，动力上可能是不会有实质的变化，还是现款 CR-V 的 2.0 混动和 1.5T 的动力，传动系统是 CVT 的变速箱，部分车型会有四驱系统。新一代 CR-V 有望今年底就正式的亮相，如果你有入手 CR-V 的打算，那么最好等待一段时间，等新一代 CR-V 的造型基本确定之后，再决定是入手新一代车型还是现款车型。